由浩瀚设计师挑战放大酒瓶群效，灵活运用巧思，抑注收纳机能，为有限空间幻化多重可能。玄关柜体以纯白色系铺陈简约舒适感，并以深湖桃木为镂空柜体凝聚视觉焦点，一旁墙面则以仿旧文化石修饰立面，客厅地面以深木色铺设，赋予空间稳重安定感。沙发后方采开放书房设计，以书桌及上方造型展示柜打造便利机能与惬意阅读时光。 L 型厨房不仅完备料理收纳机能，更借台面延伸作为餐桌使用，完美整合空间多重实用性。二楼私领域运用铁件与雾面玻璃为夹层侧墙保留隐私，并以楼梯划分开辟更衣空间，满足衣物收纳量。由浩瀚设计师放大坪效，为小坪空间孕育丰富可能。